藏本愿度众生，因果轮回不灭。欢迎收看《地藏经》说因果。阿修罗也是六道中的有情众生，投身阿修罗道，不至于像在三恶道中受尽无穷的苦难，但依旧不比天上人间来得好，所以总是被视为非神、非鬼、非人。因此，我们要避免自己来世转生到阿修罗道。今天的《地藏经》说因果，借由木轮相法中第175个轮相，舍身以作阿修罗，来了解往生后进入阿修罗道的因缘果报。以前世界正拄形成山海甲大地之时，有一个仙人来人间佚佗，并且伫大海内底沐浴，甲水晶结合了后，排出一粒卵。再经过八千年，这粒卵孵化成为一个天生拥有神力，但是面容真歹的女妖，身长犹如须弥山。也生出24只脚、999只手，以及1000粒的目睭，模样真惊人。这个女妖后来生下一个后生，伊就是第一任的阿修罗王毗摩遮多。毗摩遮多遗传了母亲的容貌甲神力，会使伫天上人间来去自如，所以天界的肯达普王真喜欢伊，伊要将美丽公主许配予伊。阿修罗一家人从此得到壮大家族的契机。可是拜男甲美女的结合，也予阿修罗的族人出现两边真严重的分化。凡是生做阿修罗男，一定是非常的歹，而且常常冤家相拍。但是做阿修罗女，大家拢亲像花这么水，也阁真敖迷惑众生。就算是见过无数的美女，切切成群的地色天，伫看到披毛这朵风情万种的查某囝了后，同款也是会心动，马上拿做嫔妃。没想到新婚没多久，地色天就牺牲夜久，领了阿修罗女。偏偏阿修罗女向来真喜欢兴风作浪，没吃逆来顺受这套，她不甘愿沦作深宫怨妇，一气之下就走回去后头厝，委屈向父亲哭诉。看查某囝受到这么大的委屈，伊的父亲难吞忍一口气，便率领将兵，将地色天所居住的须弥山团团围住，爱地色天出面，予伊一个交代。双方一言未下，引发一场大战。起初战况真激烈，双方你来我去，难分输赢。但是好战的阿修罗家族，真紧地取得优势，天兵天将死伤惨重，地色天的情况非常的危急。这个时阵，地色天突然想到，佛陀曾经有讲过，若是不幸遇到危难灾厄，只要诵持破力婆罗蜜咒，就会当化解。地色天马上大声念咒，果然空中瞬间飞出四支飞轮刀，大家阿修罗族四界窜逃，连披摩遮多伊的脚手拢差一点啊被斩掉。最后，披摩遮多集中成智，施出法力，秘伫莲藕的空中，才逃过一劫。只不过披摩遮多元气大伤，心力大减。唔呐，难以复仇。阿修罗王的宝位也被罗河取代。经典中记载不少阿修罗与地势天争斗的故事，由此可知，之所以投身在阿修罗道，
往往在世时都是嗔心重、爱嫉妒，容易生出慢心、目中无人，喜欢争权夺利。有这样的习气，其实并不算是大恶行。他们在世时也多半乐意布施，却做不到忍辱，所以在修行上难以持续精进，有天人不报，却无天人德性，最终在嗔心、慢心的牵引下，投生阿修罗道。所以佛法教导我们要放下嗔心，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，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，处处以自我为中心，更别为了自己的面子，为了成就自己的丰功伟业而不择手段，才不会让嗔火烧毁功德林。阿修罗与天人之间的战争并没停止，很多年以后，地秀天又搁爱上罗浮的查某囝，伊命令天界的恶神，诈聘礼，半威胁半利诱罗浮，爱答应这名亲事。罗浮因为知影披魔之刀查某囝婚姻失败的架势，讲什么也唔肯答应。不但将来提亲的恶神以及其他的天人全部拢赶出去，也发兵攻打地色天。英明善战的阿修罗族一路过关斩将，天人根本不是对手，所以天宫一下就被阿修罗族包围起来。好佳哉，地色天在紧张的时阵想起上一回宋辽破了波罗蜜咒，才平安度过危机的往事，伊赶紧再念一遍，最后阿修罗族被台节节败退。地秀天一边叹息追击，攻进阿修罗王伊的宫殿。罗浮看情形唔对，同款秘的保全性命。地秀天找无罗浮，又搁看到王宫内底有真济妖娇美丽阿修罗女，就将因全数拢带走。了后，罗浮派出使者去找地色天谈判，指出地色天身为佛弟子，无应该犯戒，随意强掠阿修罗女，要求对方爱尽速归行。就安尼，经过几啊摆的谈判，再加上佛陀伊也出面来调停，双方终于达成共识。罗浮同意将家己的爱女嫁予地色天。地色天除了爱归行其他的阿修罗女以外，也搁爱送来自女海的众生甘露，予阿修罗族恢复生机。无偌久，罗浮自愿皈依佛门，受持五戒，成为佛教的护法八部众之一，正书总算是圆满结束。佛说四十二章经里说到，人离恶道得为人难，涅槃经也说人生难得如幽昙花。人间虽然是苦乐参半，有的人一生更是饱受磨难，但在六道中真正能够发菩提心修菩萨行的也唯有人。如果投身在三恶道，终日受苦，或为饥寒所迫，乃至身为畜生，言语不通，思维不足，难以学佛，即便是天人也常因为过于安逸享乐，导致修行成效不彰，等到福报享尽时终会堕落。由此可见，能得人生是多么的殊胜。老家是地方上真有名的望族，但是因将来拢未靠说家己有权有势，得为非三者鱼肉乡民。老家每个月初一十五，拢会固定伫寺院布施祭祖，无定时会参加各种公益活动，所以真受到乡亲的爱戴。可能是因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百年落来起起落落的豪门世家不计其数，
只有老家一直都没改变，但是到了老表这代，情形完全改变。老表他是一个放荡的公子兄，整天只知道吃青吃桃，他不对那些善食人家伸手挽手的准多耍，还阁常常欺负人，要那无就是虐待厝内底佣人，大家拢生气伫心内，唔敢讲。只是日子过了再数时，也是有死去的一天。老表62岁这年，一向真勇健，身体得着大病，转眼就往生去，直接去了阴间。阎罗王听讲是老家的后人。过花，以为老表伊也甲伊祖先同款，是行善积德的大善人，便以礼相待，请伊就坐。拄好伫这个时阵，判官有代志，将阎罗王请出去。无代志做的老表，看到阎罗王杯中的茶汤非常的清澈，伊家己杯下的茶水。亲像美酒同款落落，伊猜想，这大概就是大家所讲的孟婆汤。伊就趁机会将茶水倒掉，惊家己已经啉完啊。这个时阵，阎罗王也倒来啊，伊对判官遐知影，老表性情是一个品德真歹、为非三者的人，非常的生气。然后伊阁看到伊个茶杯内底啥物拢无，伊马上派鬼差送伊下凡，转世成为一只马，作为天罚。老表惊甲赶紧得走，哪知影正走无几步路，就互一个鬼差掠着个，拎着伊个衫来到一间大户人家个门前。即户人家个大门。门槛真高，老表故意假做家己下袂过，无想到鬼差竟然无留情面，牙边啊真大力个拍，伊痛甲当场昏过去。等到伊醒来的时，已经身在马棚内底，成为一只拄出生的细只马啊！一部记载万物众生生老病死的过程。融合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见证，《地藏经》是佛门的孝经，是佛说的遗嘱，是做人处事的教科书，更是学习因果的重要经典。请护持《地藏经说因果》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经典中说，人有三件事比天人殊胜：第一是记忆，第二是犯行，第三是勤勇。因此，我们既生而为人，一定要好好把握此生的机缘，懂得信奉正法，持戒修善，培植福德，才能够将烦恼转为菩提，化苦痛为喜乐，于生死轮回中解脱。老表未当接受家己投胎做马的事实，但是又阁无可奈何，只好忍耐过日子。四年真紧就过去啊，伊已经大家成为一只身悬真悬、真水的骏马，真受到主人家的喜爱。但是马啊，终究是马啊，摆脱不了互人骑的命运。那是由男主人来骑，至少会放好马鞍、放松绳啊，也袂用皮鞭夹拍，会放慢速度，慢慢啊骑。安尼，老鞭伊也袂感觉无爽快。万一换成粪马师来骑，恰恰是唔加马鞍，两腿大力夹马仔的巴肚，刷咧用马鞭大力抽打。就爱伊尽全力一直走，有的时阵实在是走甲忝甲冻袂调，已经走袂叮当，脚步小跨慢落来，想要休困，粪马师的鞭啊，就会一直伫伊的身上拍，
让老兵感觉痛苦万分。日子一久，老兵愈来愈伤心，愈忧郁，连续几日工唔饮唔食，最后竟然活活夭死。老表再一次来到阴间报道，阎罗王查核了后发现，这一世的老表其实不应该这么早死，他受报的期限还未满，所以阎罗王认为老表他是有意要闪避天罚，所以更加生气，在愤怒之下下令鬼差脱去老表身上的马皮，怀疑这边转身做一只狗。老表听到真痛苦，投胎做马啊已经有够悲惨，那是真正做狗啊，也唔知影爱受偌济罪，所以伊赶紧得走。走无偌久，伊面头前就出现断崖，身后还阁有一群鬼差在叫伊。老表心一怀，目睭开开，往断崖跳落去。伊顿时痛到站袂起来，伊将目睭开开一看，家己再一次来到人间，真正变成一只狗。做狗啊了后，虽然唔免予人类做马骑，但是无马棚，透风落雨，只会当踮伫厝卡。三不五时，有一挂恶狗，佫会走来欺负伊。主人也会动不动拿棍啊对伊拍个骂。最后令老表上界艰苦的是，狗的本性袂拒绝食粪，甚至是食粪便。老表已经转生为狗，当然伊也无例外。伊的心内感觉痛苦不堪，一心只想要求死。可是这家人还阁需要伊顾厝，袂抬伊，老表只好想一个投机的办法。伊找机会将主人正腿的肉夹一块落来，主人当然非常的生气，一直拍伊。老表夹着牙，忍着疼，果然活活被拍死。伊又回到阴间。人拥有无数的欲望，但同时也具有惭愧忏悔之心，懂得改过，具备思维能力，能够判断是非善恶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不向深处，缺乏自制力。透过修行，我们可以克制自己的无明习气，断恶修善。所以能够生而为人，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，能在五浊恶世中听闻佛法，代表我们过去的生生世世曾种下善因善缘，今世才有如此善果。所以我们要珍惜此生，把握当下，持续精进用功，成就道业。老表在想什么，终究避不过阎罗王的法眼。阎罗王决定要让老表彻底受处罚，罚伊转世做一尾蛇。这回老表终于开始意识到因果难得，想叫伊有机会做人的时阵，无好好啊珍惜，无积极行善，积福德。即便伊心甘情愿接受了蛇身，并且真心反省、忏悔过去不良的言行。上界重要的是，老表知影伊家己即马是蛇身，所以伊将来无伫有人经过的所在来出入，一来避免惊到人，二来防止家己控制未了蛇的本性，一冲动会去伤害到人，造作恶业。一天，草丛突然来一台速度真紧的马车，老表未付闪避，直接予地死。阎罗王也惊到，哪会这么紧阁见到伊？经过查核发现，这次伊真正是因为意外来死亡。在死之前，伊有真心悔悟，所以就原谅伊，予伊再度转生做人。无外久，
老兵重新以人的身份来到人间，他投生的这户人家也是姓老，他现在叫做老文。老文还没一会就会向开嘴说话，读书过目不忘，自细汉就让人当作是神童，年纪轻轻就高中举人，他恰恰苦劝人骑马的时候一定要加好马鞍，千万不通拿鞭子打马，他也不准人虐待动物，尤其是狗啊。看到乡里来有贫困的人家，他也一定想办法尽全力去帮忙，他成为当地真有名的大善人。佛陀成为大众开示，得人身者如抓过泥土后留在指甲缝里的尘土那样少，而失去人身者却如遍布大地的尘土那样多。如果希望来世能够再得人身，我们一定要奉行正法，修持六度波罗蜜，努力找回内在原有的佛性，度己度众，生命才能够获得圆满。感谢您的收看，《地藏经说因果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